会用武学一个防守反击的动作，不当力看一下。我们第一种打，比方说对方摆边打过来，说防守，你看打过来，我这种防守，叫现代国际一直这种防守。那还有一种像传统武术，有种防守打过来，像这种肯定不行，因为如果对方发力被打掉，或者是自己再给自己打一下，啊，这个打法是不当力，不出去的，啊，左手打，你看补出来，这样就发力，把它力量撑开，顺势打你，看一下，补出去，你看补出去，塌下来，力给向下，补出去，来，你变成两手这样发力，把力量涌动出去，出去的一瞬间就打下来，这个意思。啊，这边是不一样，补出去，打回来，也可以反击，补出去的一瞬间，打这个是都可以，随机的去变化。